HTC 说联邦大小套牢还在吗？联邦新户要先办哪一张卡比较好？联邦的话，新户它其实有不同的卡片，有不同的手刷礼，所以你可以先去挑你自己想要的手刷礼，再办那张卡片。那小套牢目前是还可以做申请的，大套牢的部分它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开放哦，因为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他说跟那个什么法拉利的合约已经到期了嘛，所以他接下来就是暂时不会再合法新的卡片。那我不知道说他们自己现在那个整个条文整个规章都已经走完了嘛，如果走完的话，也许就可以开放申请了。那这3个月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听到这个消息啦，所以应该是还没有开放就是申请了。